不知不觉，这一窝小柴犬已经出生有六天了。瞧这一只小柴犬睡觉睡的，哎呦，还张着个嘴。你看这一只，你别打扰人家睡觉。你看它睡觉睡的特别的舒服，是不是？让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小嘴一张，特别的萌，是不是？自己睡觉，自己往那一躺，特别的乖。然后大家看这一只，这一只睡觉往那一趴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一只睡觉就没有安全感，看到吗？一直在找小伙伴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一只睡觉更奇葩，直接脑袋啊往这一动，面壁思过呢，是不是？这里还有一只呢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一只蜷缩的啊，在这睡觉。他们一共是这五只嘛，睡觉的姿势都不一样啊，一共是三公两母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你看这一只的话是一个小妹妹，我的天哪，这一只妹妹吃那么肥，以为是个弟弟呢。你看拿在手里都能睡着啊，是不是？这小萌样太可爱了啊。呦呦呦，这家伙肯定在做梦啊。再看一下这一只，哎呦，这一只是一个弟弟，你看这个弟弟就不一样啊，脑袋多大，看吗？脑袋头板比较圆润。哎我天哪，拿在手里面脾气还挺大，还不让碰。来看一下这一只，这一只也是一个弟弟。呦呦呦，你看，我发现有没有发现弟弟的脾气都挺大啊？你看拿在手里都不让碰，他的脑袋也是挺大的，你看头比较饱满。小奶狗，你看叫的声音。啊、行行行，抓紧时间放进去。看一下这一只白柴，我的天哪，过来了！哎呦，这拿的太沉了哈、啊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这一只小白柴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是公的是母的？吃的肥的都看不出来哈、啊，其实是一个小弟弟，看到吗？哎呦我天哪，你看这小弟弟特别的萌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抓紧时间让他们在这儿睡觉，一会儿把狗妈妈拿过来，让他们在这儿吃奶。行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儿。